啊，我们现在在竹坝啊，竹坝刘建筑刘大哥的辣椒地啊，今天我们来回访巧克力的一个使用情况啊。首先看看我们这边啊，这边的话是使用的是其他的产品，没有使用巧克力啊。现在看这个长势呢，基本上是这样，已经出现了这个衰退的一个现象啊，现在已经降温了啊，目前的这个产量啊都不是特别的高。那看看我们这个左手边啊，对比一下啊，我们的叶片非常的绿啊，整片长势的非常好，而且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花非常非常的多啊，而且下面的挂的果非常的多啊。我们这边呢是10月10号啊，10月10号第一次充实我们巧克力啊，一次是充实一包是这边整片三亩地啊，我们一共充实了四遍啊，其中我们在中间呢就是说是交替的使用啊，并没有目前呢来看的话，长势依然的非常的好，这边对比的非常明显啊。虽然说现在已经降温了，但是我们这边这个花啊，包括我们下面的果都可以看一下啊，还非常非常的多啊。刘大哥今年这个对我们这个巧克力的使用的效果是非常的满意。